走另外一个点，那个点也蛮明显的，走走看。前几天啊，被他们有来这边钓，所以呢，就来走一下了，散步了，捡菜尾。OK，这以前的旧步道，是什么菇吗？就别乱吃哎，很左，这个路很平缓。OK，不太一样。有了，哦，这个点很赞哎。哦，下面成群的，是蘑菇。哦，超多的。现在水位是。真的是退很多，难得可以这么靠近日月潭。OK， 这个都是有人在钓的位置，是吧？这都钓位了，绑一根。超级明显的，它水退太多了，所以没什么人来。这，哇，被他们走了很急。树枝，赞。哦，这一只。下面应该藏不少大的，台湾应该藏不少。先从另外一边钓过来。水浊。哇，今年的月的垃圾，峡湾不错，这边是峭壁，没办法下去。之前钓的位置，到这边停止。过年。
像干小我这个。Oh, wow.超大条的梗鱼蛤蜊，
南洋的鱼池人。还会弹上线的，笑死我！应该是阿飞他们钓一钓，没有拉起来弹到线。
钓游就到此结束了。这个阿伯他们超过的就是不一样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